生命像是一首歌，不同的曲调，不同的颜色，不同的情绪，勾勒出生命中高低起伏的独特旋律。生命中有许多的环节我们可以自己掌握，但我们却无法知道这首生命之歌何时响起，何时停下。生命如飞而逝，时间不断往前，天父为我们的生命谱曲，我们跟随他演奏出每一颗音符。因此，我们的生命之歌，纵使走到低谷，也是为登上下一个高峰而铺陈。已故的台湾泰鲁阁族周玉峰牧师，是一位拥抱生命、热爱土地的音乐家。他常常将生命的真实体验写成诗歌，不论是对自己族人的关爱，
对家庭的重视，甚或是遭遇逆境时所发出的悲鸣，都成为他创作的动力。生命之歌就是周牧师对弟兄姐妹的呼吁，希望我们不要活在过去的悔恨和伤痛里。慈爱的主正在呼唤我们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，重新得力量。虽然无法得知生命奥秘的全貌，我们仍要满怀希望地相信，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将成为明日生命之花绽放的养分。生命的花朵，随着明日充满。
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，所以我心中欢乐，我必用诗歌颂赞他。诗篇28篇6至7节。辛苦亚索金家的名，几乎辛苦出的美，几乎掉地出的灵魂，辛苦出好奇无汉，亚索亚索金家堂口最最初一定精明，亚索亚索宝贵亚索，万国信心那坚定，辛苦亚索金家好奇，心意求问心安乐，我心心心亚索祈祷，已经求我脱罪恶，耶稣耶稣真正盼我最最属已经证明，耶稣耶稣宝贵耶稣，愿我信心那坚定，耶稣耶稣真正盼我最最属已经证明，耶稣耶稣宝贵耶稣，愿我信心那坚定。